嘅黃翠如，又見到你啦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嚟呢度拍攝姊妹淘嘅感受？嚟呢度拍攝子，其實上年嚟過一次嘅，咁所以今年再嚟嘅時候，自己幾開心嘅，因為呢度嘅製作團隊好專業噶，咁所以再加埋因為美儀姐同埋阿坦，我哋已經合作過一次，所以今次再做嘅時候，大家好有默契，即係喺個過程裡面好享受，因為似係幾個女仔，即係大家傾緊啲女仔嘢。咁呢個節目有好多唔同嘅資訊，你比較中意介紹啲咩？我喜歡關於健康的東西健康的因為每個人無論男女都是的，你有健康才可以再講扮靚打扮所以今次都有關於健康的東西的，還有他是教你怎樣健康得來是抗衰老，這個想對於無論女仔來說都是一樣很吸引的一個 topic。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對 fashion 的看法和的定義？關於 fashion 啊，我覺得自在就可以噶啦。今時今日就再加多一樣嘢，就係你個人嘅性格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而家所謂嘅 fashion， 好多時候我哋放上 social media， 即係當俾人睇到你著衫嘅一種性格，無論係可能其他人未必好認同嘅，但係你自己好自在。出到嚟嘅時候，我哋好多時候睇 like 去知道，自己嘅 fashion 到底有幾多人認同咧，或者啲 comments。咁你係點樣 keep 住咁 fit 嘅身材同埋咁健康嘅 body？ 其實我冇我好中意食嘢嘅，咁我會有肥嘅時候，我塊面好易圓嘅，因為我肥就肥喺塊面先嘅，咁所以我知道跑步係可以瘦面先嘅，咁所以如果我去到每次照鏡或者係出鏡嘅時候覺得好圓喎，咁我就會的起心肝去跑步或者游水咯。拍完這個節目之後，接下來你會忙些什麼？我跟著會拍劇的。拍劇？拍什麼劇？一套戲劇，時裝戲劇。